秦桧海军疫情挂号秀手艺，大厨助攻超给力。哎，要杀，我刷嘞。我算了，老弟，1.6，1.6。我们是尽可能煮蛤蜊丝瓜面线哦，不要煮蛤蜊丝瓜砂锅面线。没有，没事没事。砂锅面，哎，那个油可以吗？不行。秦桧现在太重力了。歌手不要忘记哦。往这边看看，哥离开。睡，够够够，十秒。嗯啦，嗯不够。他到底有几个音阶是在墙面上面？大厨防疫菜单大公开，简单食材变成宴客菜。面线冬粉做甜点，不要是面线是咸的。面线一样，它就是咸甜型。这样，这些降低了，降低了。新冠一棒的菜，没有新冠一棒。其实这个可以做成，就是下去炸了个明确也是我们做法。我把已经丢到垃圾桶，反正还不错，大家如果把你丢到垃圾桶里面就拿出来吃啊。这个是玩泥巴，厉害耶！我现在玩泥巴，变成这样了。我平常的确比较少料理这种，这种卤味的。冬粉，冬粉。怎么了？准时收看《型男大主厨》。是的，我们今天防疫在家变厨神这样的一个主题啊，呼应了现在整个这一段时间，整个台湾急剧的家庭变化。对啊，开始呢，造就了很多想要挑战阿基斯的朋友，哎，想要挑战詹姆斯的朋友。这个网络上面的，比如说一些这个料理的一些影片啊，对，也是你知道，流量量是非常非常高。哦，你说吗？我是聊的，还好。不能自己讲。詹姆斯倒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如果像这段时间买菜的时间就是这么的少，对不对？有限制。对，我们要去市场里面，仅有的一个礼拜一次、两次，不能每天去。因为我去买什么食材是最方便的？能放耐放低优先的。你这个根茎类，根茎类是一样。根茎类，南瓜、马铃薯、南瓜、马铃薯、白萝卜、白萝卜、芋头，根茎类是干货呀。干货，比如说这边有一些冰镇冬粉。哦，这些对，所以随便弄个东西，煮一煮，弄个菜就可以弄。对，然后咖喱粉、咖喱块、咖喱块，对，不管要喜欢日式、泰式、南洋的都可以。对对对，市售的拌面。哦，市售，市售拌面有这么多种，挑拌面你要挑什么？挑变化多的。哦，所以说拌面是干的，对不对？它可以马上变成汤。